起来，迎春花已开，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二月梦已圆，千年愁相牵，中国走进新时代。金风送喜来，迎春花已开，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请梦想合唱团总决赛主持人撒贝宁、曾宝仪。与明星一起为公益梦想而战，这里是梦想合唱团。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为您倾力打造的大型电视活动《玉兰游梦想合唱团》第二季，今晚是总决赛的现场。是的，经过两个多月的比拼呢，我们八支梦想合唱团呢又再次齐聚我们美丽的北京温都水城了。到底谁会成为第二季梦想合唱团的总冠军，收获百万公益梦想基金，同时还有机会呢跟我们的小撒先生一起登上蛇年春晚的舞台，一切的悬念都在今天晚上一一揭晓了。随着战况的升级，我们决赛的赛制也全面升级。首先是八支队伍通过抽签分成四组，两两对决，得票数较高的那支队伍将获得五分的积分，然后排在前四名的队伍将进入第二轮。第二轮四支队伍再两两对决，同样决出两支队伍进入最终的冠亚军争夺。谁能够获得最终由招商证券和苏宁易购提供的公益梦想基金和音乐梦想基金，我们共同来见证梦想，见证无尽可能。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讲，今天晚上真的是大饱眼福大饱耳福的时候，绝对非常的精彩。岁末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了，今天晚上我们也将用玉兰游梦想合唱团自己的方式，向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表达我们的一种情怀。今晚的八支队伍都将在台上演唱一首春晚上面的经典曲目，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他们会重新的演绎，给他们新的生命咯。对，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八位队长回到座位上进行战前的最后准备。你发现今天我们现场在这个座位的安排上和以往有些不太一样，感觉因为以前都是有八个王座在下面，今天好像有十个王座，还多了两个王座，还多出两个座位啊，虚位以待。这是谁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两位和我们所有人对于中央电视台春晚的记忆都紧密相连。两位老师一上场，意味着我们的年夜饭可以开席了。那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了吗？掌声有请倪萍、赵忠祥老师。春节好，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山河大地萌发了生机。衷心的感谢大家，春节快乐！
那个今天是不是他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对，八个人。我个人觉得八个人都特别好，谁上春晚呢？其实你们可以组成一个合唱团，八个人全上。好，你看莫愁吧，你妈真会生你，大嘴大眼大鼻子大嗓门，哇，真棒。天化吧哈，生个好孩子，歌又唱得这么好，长得又漂亮，不上春晚可惜了。哎呦，对，我觉得周笔畅你更应该上，因为你的粉丝太多了，你要不上他们这个年都过不好。马上就尖叫声来了，我跟你讲，现在就已经过不好了。对，像维维这么漂亮的孩子不上春晚，我们的屏幕就花了眼了，必须上。剩下四个男的捆成一捆一块上，让对面的女孩全都看过来。好，那我觉得今天呢，我们所有时间当然我们是要留给我们八队梦想合唱团，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虽然这是总决赛了，但是你们一定要拿出最好的表现送给大家，好吗？好，有请赵忠祥老师、倪萍老师入座，掌声有请。我们今天晚上的战幕即将拉开，第一组将要登场的两支队伍，吴克群率领的宁波队，吴莫愁率领的上海队，有请宁波队带来春晚经典《月亮之上》。我知道大爷不差钱，但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我叫魏淑芬，女二十九岁，至今未婚。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大哥，缘分呐。Oh yeah.
坤。我要给大家爆一个料，魏淑芬，两个魏淑芬出来，魏淑芬，两个魏淑芬，大家看这俩魏淑芬长得是一模一样不？这是一对双胞胎哦。说起这个魏淑芬的故事呢，好像跟倪老师还有点渊源是吗？倪大姐，您跟春晚真的是缘分呐、啊！据说当年魏淑芬这个小品和您有直接的关系是吗？当今天宋丹丹成功的时候，我在说和我有关系，显得我这个人多么不厚道。我觉得必须要说，反正也不厚道，因为这是事实，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对，我们要尊重历史。当年我是和宋丹丹在长影拍电影，那个时候我们的稿费大概是30多块钱。怎么提到稿费上面了呢？因为宋丹丹说要破费5块钱请我吃顿饭，5块钱一桌子烧烤。那是哪一年啊？就是他上春晚这一年。哦，对对对，那宋丹丹是无利不起早的人，他说你看我要上中央台去演小品了，你就说我说什么话好。我想了想，我说那就说我们普通话吧。他说你们普通话很有特点，就山东普通话啊。然后我就一句一句的教了他，真的是我那时候摆出老师的身份，教完了之后这一桌子菜我全吃了，我觉得理所应当。结果宋丹丹这孩子太聪明了，然后他春节晚会一出来，我叫魏淑芬，我当时就没晕过去，他演的太好了。我要是教你小范，完了肯定给我砸了。这个人和人不一样，人才也不一样。那个帮我准备个5块钱的盒饭，今年5块钱估计只能吃盒饭了，那时候还真能吃一桌呢哈。盒饭都吃不上。所以您看啊，当年宋丹丹这个矮叫魏淑芬，其实不是宋丹丹的原创，真正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倪萍大姐。杨千嬅，请模仿一下。你不害他吗？矮招魏淑芬，今年29，魏辉。今年29，慧慧。可以了，可以了。我所以你看，这个尽管南北语言上有这么大的差异，但实际上中国的语言是相通的。只要他一听，他就立刻能掌握这个语言当中的。是，而且趣味也在了。而且呢，不要忘记了，今天吴克群其实还带了秘密武器。秘密武器，王二妮。大家好。给大家来，掌声欢迎王二妮，助阵宁波队。想对他们说点什么？我觉得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非常伟大，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们，多投几张票。好，谢谢我们的助阵嘉宾，尽职尽责。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说有梦想的人都是了不起的，是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所有的人。同时也感谢宁波队，感谢王尔妮。接下来还有一支队伍要在这里向你们的梦想发起他们的挑战。有请吴莫愁率领的上海队带来春晚经典《恭喜发财》。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我礼多人不怪。天下的女孩找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慧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36圈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也不改。我
祝三十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源亨通住豪宅。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你发财，要喊得够豪迈，恭喜发财，恭喜你发财，笑口常开，用心带光环，明天让我们更厉害。我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还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你发财，要喊得更豪迈，谢谢吴莫愁，也用掌声感谢上海队的助阵嘉宾阿宝。耶、yeah. ！大家好，阿宝，今天来给上海的公益梦想助阵，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上海队？希望各位能够投我们一票吧。你看我们两个今天竟然穿的和情侣装一样。哎呦，你看他的腿跟我的胳膊是一样吗？而且这首歌也特别喜庆。我同时还要给大家介绍他们队的两个特别的人，有请 Adam and Peter。Welcome to China。你好，你好，小嫂。我们是神奇先生。Mr. Fantastic。神奇先生。你来介绍一下吧，这两位。我的团队整个的音乐制作都是由这两位神奇先生帮我们打造的，大家欢迎他们好吗？May I ask a question? What is this? San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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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告诉你两个字，完了。这个不是 Sanja， 这个叫冰糖葫芦。来学一下。冰糖葫芦。春节啊，快要到了。嗯。对中国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春节。Yeah, we've had an amazing time in this country. And 恭喜发财。哇！谢谢两位外国朋友 ，Please enjoy it。谢谢，掌声感谢我们两位从国际远道而来为上海队助阵的我们的音乐制作人，谢谢。莫愁。首先我在这里想郑重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队的公益项目是雷力中国，就是鼓励年轻人自己去动手去实践，体验这个社会，去做一些东西，然后来送给需要帮助的人。也希望所有人可以一起努力为公益而战，献出自己的爱心，即使是自己做的任何东西，我觉得送给需要帮助的人都是伟大的。谢谢所有人，我们共同来支持公益梦想，加油。谢谢莫愁。接下来掌声请上吴克群率领的宁波队。双无对决，到底鹿死谁手？接下来大家有20秒的时间可以投票。计时开始。谢谢大家，请支持上海队，请支持年轻人的力量。谢谢大家。娶个老婆好过年，
齐肩到。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宁波队这个你过来。刚刚是怎么回事、啊？你干什么呀？你跟上了发条似的在这儿，你怎么了呀？小沈阳附体。小沈阳附体了，但是我告诉你，不管你扭得多好看，最终要听观众的。这一轮，赵老师，我看您也一直在笑。我觉得真是棋逢对手，棋逢对手啊，两个各有特色，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一轮把这个难题交给倪大姐来选，倪大姐，好不好？倪大姐，如果这两个队让您投票，您投给谁？投给吴克群吧。哦，哇，这么奇怪的，为什么？为什么？他从台湾来啊，是我们从来对台湾同胞就是心里有一种不知道的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希望给你。这样，我本来是让他先说一下。我其实真的今天就是反驳他来的，我跟你说，我绝不会同意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你刚才说给谁？我给吴克群。给莫愁。我是给莫愁。谢谢，我给莫愁。我给莫愁。那我也不改了。您还是给克群。克群。莫愁还是给莫愁。莫愁。莫愁。那这样，待会儿结果宣布以后，我们看看哪位老师的投票和观众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在宣布这一轮的结果之前呢，其实我知道上海队在他们非常认真的练习每一场的演出的中间，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对吗？我们在这边，这个是雷厉中国的，也是其中一个队员，你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了解到宁波队的那个公益项目是一个帮助弱势小朋友的学校，所以是给智力存在残疾，对残疾的孩子们，了解到他们上课会有一些特殊的工具，然后就制作这种特殊的教具。对，这位我帮你拿着，你告诉大家。然后这个教具它是可以撕下来的，因为这个撕下来会有一定的声音，随时会刺激小朋友的记忆力。然后还有这些小圆点都是可以撕下来一点一点。然后这个是我们队员利用我们紧张的排练时间课余进行做。谢谢谢谢。你看一下我们在那个舞台的后方，我们看到有他们在做这个教具的照片，他们都是弯着腰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把他们贴上去的。据我所知，上海队为了制作这样两个教具，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而就在我们进入决赛排练的最紧张的时候，上海队员用他们的真心在这背后签上了他们的名字。两个公益梦想此时此刻在这个舞台上汇成了一个更闪亮的公益的力量。所以我们有请上海队雷厉中国的这位代表，年轻代表，把你们的公益梦想和你们的公益成果交到宁波队达敏学校的这位老师的手里，我们见证两个队梦想融合的那一刹那。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今天在这里，两个队都请来了他们的神秘嘉宾。嗯，一个是王二妮，一个是阿宝，两个人的风格还特别相似。所以今天是不是要让这个舞台给他们一个机会，两个人可以合唱一首歌呢？我们让阿宝跟二妮跟我们来一首，好不好？好，接下来有请两位。Thank you.
才来喊哟。哥哥的你就捧起了哥，一二呀来吧哟。谢谢两位。好，我们又要请两位公证的人员把结果拿到我们的台上来。谢谢，请曾宝仪直接宣读。这一轮的 PK 有效票数如下：宁波队172票，上海队100票，我们恭喜吴克群率领的宁波队在第一轮的环节暂时领先。恭喜魏淑菲。其实莫愁在刚刚，我真对不起，千万别这么说，我觉得大家站在这个舞台上，除了能够唱好听的歌给大家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公益的梦想继续往前走。就好像他们刚刚也非常无私的，宁愿把自己练习的时间空下来，把教具做给了宁波队。这样也是为了一个梦想而战，所以都是一样的好。谢谢你们。阿宝，谢谢上海队的所有队员。阿宝，谢谢你来为上海队助阵，你千万不要说不好意思。对，你应该感到愧疚。你看你怎么那么说，确实愧疚。没事，这个我跟你讲，每一支队伍的公益梦想，就像刚才宝仪说的，梦想没有输赢，公益不分大小。在这里没有上海队，没有宁波队，只有梦想合唱团，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大家，谢谢阿宝哥，谢谢。接下来掌声有请杨千嬅率领的广州队，任贤齐率领的呼和浩特队。让我们首先欢迎任贤齐带领的呼和浩特队带来春晚经典《吉祥三宝》。爸爸，哎，太阳出来，月亮回家了吗？对了。星星出来，太阳去哪里啦？在天上。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他回家了。太阳升起，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
我觉得能够把整个草原搬到这片舞台上来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他们曾经把篝火搬到了舞台中间。哇，原本想把这里种草皮的，可是工程太浩大了。还有敖包他们也搬过来过。其实草原音乐无拘无束，所以我这次请他们用 live 的形式来唱这首歌曲。然后呢，因为这首歌是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代表了我们的公益主题。对，希望呢我们能够满足孩子的求知欲望。这是呼和浩特一直以来的公益梦想。嗯，为了那些目前教育条件还不太好的地方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公平的教育资源，呼和浩特为此而奋力歌唱了两个月。好了，倪大姐，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好奇，想问谁？小人，你为什么代表呼和浩特队？您叫他小齐，别叫小人。对，小人不计大人过。您别叫他小人，您说小齐。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团里的人都喊他小齐，小齐。小齐，你为什么走到呼和浩特？我到了草原内蒙，感受到他们的音乐那种奔放自在，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所以我对像呼麦啊、长调以及他们的马头琴都非常有兴趣，我希望能够多了解，将来用在我们的流行音乐里面。这位是刚才唱呼麦的吧？对，这是来高手，高手呼麦的高手。刚才开场的那一句呼麦就是他唱的，随便给我们来一句，来一下吧。随便就把你平时的最简单的给我们唱一句，别唱太难的啊。谢谢。太强了吧！太漂亮了！我跟你讲，宝仪，我得给你介绍一下。太好听了。呼麦是中国和蒙古国共同拥有的一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草原上的人们研究出的一种、琢磨出的一种唱歌的独特的。你像我们一般唱歌就一个人就一个声，他是一个人能唱两个声音。小齐正在学习。真的吗？请展现一下你的学习成果。你要唱《我和你》吗？我听说过，如果呼麦瞎唱的话，容易把声带唱坏，就呼隆了。对对，来，你会？我不会。又到了小撒表演时间了。呼麦我怎么会呢？啊，你不会啊？呼麦的，我可以试一下。等一下。是吗？是这样吗？唱法对呢。唱法对耶，太神奇了！难道我无师自通了吗？赵老师，我觉得他们这个团队的合作的这种和声的这种感觉，给我感觉到不是一个人有一个好像背景音乐，而是他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每个人都在一个声部当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们呼应起来以后，给我们一个非常旷渺宏远那种震撼的这种感觉，真是从声音上感到一种震撼。感谢，我非常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真的我觉得达到了国际标准。哦，赵老师说话了。接下来我们想不想看看赵老师在民族文化方面的表达啊？你知道赵老师擅长的是什么吗？是什么？京剧。哦，蓝脸你窦尔敦，倒玉马，红脸你关公战长沙，黄脸你典韦，白脸你曹操，黑脸你张飞，叫张。我上不去了。不是，今天真是感冒了，不好意思。其实我的通俗歌曲唱得非常好。所以接下来赵老师您和宝仪合作一首好不好？什么歌？在雨中行吗？好，歌词我可能会有点忘记。在雨中。在雨中我胜过你，在冬季我离开你，有相聚也有分离，人生本是一出戏，有欢笑也有哭泣，不知谁能过得过去。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你，你说人生有雨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悄悄说不尽春来冬去，谢谢赵老师。我告诉大家，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不仅仅是我们的队员用他们的歌声再一次告诉我们草原的辽阔和胸怀，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掌声有请腾格尔。我觉得咱们这个梦想合唱这个啊，它不仅仅只是这么一个舞台上的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它有更深层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继续办下去。那么今天我就是实际上也是为小齐为我们沃特队助威来了，加油来了。谢谢腾格尔老师。助威和加油的方式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肯定就是通过他悠扬的歌声，用一首什么歌来支持呼和浩特队？我还是给大家演唱我的代表作《天堂》。哇！有请腾格尔老师。蓝蓝的天。我。
的天堂。谢谢呼和浩特，谢谢任贤齐小齐哥。接下来还有我们的一曲梦想合唱团，他们同样要带来关于春晚最经典的回忆。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往。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在等的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往，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谢谢广州队，谢谢队长杨千嬅，也感谢广州队的助阵嘉宾陈奕迅。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其实奕迅是非常有心的，因为我跟他说我现在做那个公益节目，然后就是我的代表的那个公益团体就是杨爱组织，就是关于一些残疾儿童的母亲，妈妈，那他们也是蛮辛苦，所以现在他是爸爸，我是妈妈，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最好的朋友，去跟大家去做那个公益的节目。这样我跟他其实是一起出道，我们是一起去参加歌唱比赛出来，两个人的名次当年是他赢了第一名第三名。哇，因为他们当时是为了追逐歌唱这个梦想，对，所以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而今天同时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唱一首歌，就是为了公益这个梦想，这个梦想不断的在转变，但是呢依然是对着同一个目标这样奔过去，很不容易耶，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当时千嬅是怎么给你打电话，怎么说的，邀请你过 来就一个字，来挂了。老朋友了他说有好东西就过来吧。好，然后他也十几年的认识，十几年，因为我跟他认识真的很，已经从1995年开始认识。谢谢你啊，真的，这就是朋友，真心的，因为他是真的有工作，然后就是过来，这是真心的朋友，是不需要说太多的话。对对对，真的不用说。倪萍老师，赵忠祥老师，刚才您看到的这首歌是关于春晚的最新的记忆，去年龙年的春晚，陈奕迅和王菲。当然唯独不一样的是，去年陈奕迅还拄着拐杖唱的，受伤了，对，那时候刚受伤了，对，十字韧带断了，韧带 对，现在伤势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还没，我八成吧，恢复了八成。对对对，但是今天仍然带着剩下的伤站在这里，为了广州队的公益梦想而加油。奕迅，我听说台下的几个队长对你的出现略有不满。哎呦，为什么？首先第一，你的出现呢是给广州队加油，但是据说吴克群之前给你打过8次电话，你没接，到第9次的时候告诉他这个号码是空号了，假的电话。对，就你为了躲他把电话都换了。周笔畅好像也专门去香港一次哈，专门去香港，结果你搬家。你就躲呀，他专门去香港是为了看他的演唱会啊。然后常石磊是吧？常石磊干过什么？你自己赶紧说。都编不，我已经编不出来，你干过什么？对，我就想等你编呢，看你编到哪儿。常石磊太坏了，常石磊他确实你不应该来。所以为什么最后来了杨千嬅这里？只有他打给我啊。其他人都没有。大家知道了，待会呢伊森呢到后台休息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跟他要电话。小齐好不好？没有，但是他有我电话。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找到伊森。结果没想到百密一疏，杨千嬅还是找到他了，气死人了。因为千嬅住香港，我忘了。那我跟你讲，接下来你还要更气，因为接下来他们两个还要再合唱一首歌曲。哎，想不想再听？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仰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总突然地高。地方
光也敞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到我是否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翅膀带来烟吧。恨不安怎去优雅？吹上还山中怎么都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齐让我夸，再做娱乐家？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真相，人救我负义量成魔。你要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嘘声也不怕。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吧，旧结师弟你吗？你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旧时似你存在吗？加重注码，青筋也愿意话我知，现在存在吗？啊，于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失手。两支队伍已经在台上完成了他们的展现，而且每一支队伍也都有好朋友助阵，这就是梦想的力量，这就是公益的舞台。再一次掌声感谢陈奕迅，谢谢，谢谢，谢谢。控制一下，控制一下，谢谢你，谢谢。哦哦，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所以梦想的舞台，谁都愿意多留一会儿。真的。现在又到了角逐的时刻，请上刚才任贤齐带领的呼和浩特队。就在呼和浩特队上场的时候，我注意到杨千嬅已经开始在给队员们做心理辅导。他说了什么？他一边自己手在抖着，一边说某梗有个某所谓个某死一个某死一个，吓，就还是紧张啊。对，队长要稳定军心嘛，对不对？小齐也是一边抖着腿一边说没事的啊，大家稳住，对，不要怕，没关系的。来，现场200名观众评委，还有我们的43位媒体联盟的朋友们，一号，呼和浩特队，二号是杨千嬅带领的广州队。谢谢。20秒钟，投票开始。谢谢。好，我们的公证员已经拿着两队的结果回来了，掌声有请北京长安公证处的公证员将结果拿到台上。你猜会是谁？我猜不到，因为两队都太杰出，而且两队的神秘嘉宾都太棒了。赵老师，你猜是谁？我不猜，我真的不猜。猜不出来，因为对势均力敌。轮你说了。周笔畅，你猜谁？你猜，都不敢猜。你们不敢猜，我也不敢说。我今天呢，真的是。好，我不看结果，我就照着顺序念，我怎么眯出来？怎么眯出来？就是怎么拿出来？对，就怎么念。有效票数如下。现在他不知道结果啊。我不知道结果哈。往外再拿一行。呼和浩特队107票。
我还不知道广州队，广州队165票。好了，观众朋友们，光什么？这，杨千嬅激动的，杨千嬅都哭了，杨千嬅激动的哭了。说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你哭了？没有，因为看到他们很开心，因为每一次其实看到他们失望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很难过。这就是妈妈的心情，把他们当小孩看了，你知道吗？杨千嬅此时此刻仍然抖着手说：“某几个，某几个，某所谓一个，某所谓一个。”大家某喊呢，某喊呢，别哭了啊，别哭。我们先谢谢小齐带领的呼和浩特队，也谢谢千嬅带领的广州队。接下来。掌声有请李伟率领的福州队为我们带来春晚经典好心情。遇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用暖身就会开心，因为眼睛耳朵都有了默契，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有你就有好心情，像夏天吃着冰淇淋，世界是一片汪洋森林，我选择和你同一个呼吸息，不用怀疑，我就是那么在乎你、yeah. oh, oh. 如果爱情会让人脆弱无力，我有些可以让你恢复元气，不用怀疑，你就是有这种魔力、oh, yeah. 我知道是上天这时刻相遇在一起，我们都被祝福，常常有好心情。遇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用担心就会开心，因为眼睛耳朵都有了默契，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有你就有了信心，像夏天吃着冰淇淋，想法感受都有了感应，每个眼神都变成了动力。我知道是上天安排我们在这时刻相遇在一起，我们都被祝福，常常有好心情。遇见你就有了心情，不用担心就会开心，因为眼睛耳朵都有了默契，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有你就有了心情，想象天使这边距离，因为想把感受都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的感觉了呢，特别有活力，好心情啊。再加上他们这个整个队的这种表演的方式，每个人都挥舞着他们的大手套。刚才宝玉还问我说，李伟是不是目前梦想合唱团八个队长里面最年轻的？还有更小的，还有更小的，对对对，还有更小的。是吴莫愁，吴莫愁是九零后，啊、哦，李伟是八八末，你保养得非常好，谢谢。那你这样不是推我进火坑吗？那你说我怎么跟吴莫愁交代呢？你不需要跟他交代啊，因为我们的反应是一样的。当时我最早听说吴莫愁是最年轻的队长的时候，我也觉得就应该是他嘛。所以两个年轻的队长在这个舞台上两个月以来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惊喜。嗯，其实最让我惊喜的是到现在我才知道，其实八个队长里面最年轻的是任贤齐。你还鞠躬啊，你好意思吗？小齐唱歌的人永远是年轻的，我一直以为我跟他们是同一辈的。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最年轻的心态在歌唱。是这首好心情是想在这样一个年关岁末之前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传递，什么样的祝福？就是要传递一下，就是过年到了，每天好心情。谢谢。耶、yeah. 好，这是福州队带给我们的好心情，向春晚致敬的好心情。那么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哪一支队伍，他们带来的又是什么样的春晚心情？有请周笔畅率领的长沙队带来春晚经典《万里长城永不倒》。风随万里，我人情已死，睁开眼吧，小心看吧，那个愿神路自应人。Bye.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笔畅和长沙队。谢谢。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他要用那个就是唱越剧的那种方式，就把嗓子要横过来唱。啊、嗯，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表现的时候了，是吧？对，因为我知道每一集你都要唱歌嘛，对不对？让我们掌声鼓励，送给我们的第九组的队长小撒。我只是跟笔畅切磋一下，切磋切磋。就第一句，你看他正常唱歌嗓子是竖着的。分岁八年应该正常是这样唱，但是这首歌是要把嗓子横过来。分岁八年怎么都扁了？我任敬以声，就是压弓嗓子。没有，而且很明显的就透露出他的年纪了。哦，对，我们都没听过耶。吴莫愁都听过。好，但是我觉得周笔畅在这个时候应该也要来讲一讲，因为已经走到了总决赛了，你也应该要分享一下跟我们长沙队的这些伙伴们一路走来的心情，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每个人然后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可能他们最擅长的，然后可能大家不会在这个舞台上面看到，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拿出了我们最大的爱心，然后去做这一件事情。好，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收获的。嗯，对。谢谢长沙队，谢谢周笔畅。好，接下来又是我们又要重复刚刚比较残忍的那个环节了。来吧，请出李伟率领的福州队回到台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200位的现场观众，以及43位梦想合唱团的媒体联盟成员，还有50位音乐院校的师生们，你们要开始准备投票了。一号代表的是李伟率领的福州队。二号代表的是周笔畅率领的长沙队，请根据刚才您听完的两首歌来做出您的判断和选择。20秒计时开始。长沙队。好，时间到，两支队伍他们的结果现在正在公证员的手上进行着最后的统计。李大姐，看完这两支队伍，您的感觉如何？吕念祖是1985年唱的这个歌。对，1985年。1983年的时候，我就跟吕念祖一块拍过电视剧，所以1985年他上春晚的这个消息，那时候估计他们家刚有电话，他认识的人都打遍了。那个时候谁要能上春晚，现在差不多就跟上那个神舟5号6号似的。所以真的是当年一首歌能够在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真的春晚的舞台是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是。嗯，赵老师呢，如果您投票是福州队还是长沙队？哎呦，这个难选啊！支持他的那个小伙子的刚才声音很高，在哪儿？支持周笔畅在哪儿？我说老实话，等会儿我出不了这个门，我怕。不，没事，这太厉害。您没看他们都给我们拦起来了，在这。不是，他们出不来。他们给我的一个是原汁原味的感觉。嗯。尽管时空已经过了这么多年，2001年吧。2001年，2011年前了，但是仍然让我觉得好像就是当年的原汁原味的出现。笔畅他们的这一组这个阵容让我感到两个字：震撼。震撼。而且他们每个人拿一笔扇子，我告诉说笔畅这个扇子是败笔。扇子是败笔。败笔。我为什么说扇子是败？你这个扇子羽扇纶巾出来以后很文雅。嗯。但是你这个霍元甲是血气方刚。一团怒火。好啊。哎，赵老师，你说的他们都缴械投降了已经。没有没有，我仍然很心仪他们。你鼓掌啊，你们干嘛呢？不够不够，嗷，嚷嚷。把扇子送给赵老师吧。赵老师的最终目的达到了，赵老师家里夏天连把扇子都买不起。目的达到了。哎呦，
多么周到的小孩啊！行，我的目的也达到了，孩子，我投你一票。赶紧吧，倪大姐家也缺手套，快点。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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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我要告诉两支队伍的是，你们给倪大姐、给赵老师送什么扇子、手套都没用，他们的票在这里不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票现在在公证员手里，有请公证员。这两位的步子还真齐呀、啊！干嘛干嘛干嘛？不是说好是你吗？还是你来吧，交给你了，这是个手榴弹，躲远一点啊。好，经过这一轮的投票，有效的票数如下：福州队63票，长沙队208票，恭喜长沙队。淡定淡定，你们还有2-3轮的比赛。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两支拼尽全力为梦想歌唱的队伍，了不起的梦想歌唱团。谢谢，谢谢你们。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梦想之旅。最后出场的谭维维成都队和常石磊北京队，谁将胜出，获得最后的5分积分，晋级下一轮比赛？谁将有资格最终获得公益梦想基金和音乐梦想基金？在温都水城节目现场，答案一一揭。欢迎各位回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电视活动预览，由梦想合唱团梦想与你无尽可能。接下来出场的这两支队伍，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的关于春晚的经典记忆？有请谭维维率领的成都队。百姓们今儿晚上真要真高兴，胆子是长气是自己明星，团圆饭了七七八八围着一锅锅，那不知想吃啥和他大伤脑筋，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咱们那个老百姓啊后悔真要高兴。我们成都队的公益梦想是关爱那些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快过年了，这个节目献给他们。咱们百姓今儿晚上真要真高兴，
高兴高兴，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高兴高兴，那早晚心情我想真的要真高兴，高兴高兴，那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真真呀真高兴，太阳出来了，嘿喜洋洋的人呢？爸，我不回家过年了。谢谢成都队，掌声请出我们的队长和队员们。哎呀，这是一个看上去让人特别温暖，但是到结尾的时候呢，确实又让人有一些心酸的节目。但是不管怎么样，尽管儿女不在身边，有这么多的热心人、年轻人愿意把一台节目奉献给一个老人，我觉得这就是成都队整个公益梦想的精髓所在。对，其实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八位队长站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心愿就是宣传我们的公益项目。我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想了很久，也是鞭策我们自己，其实每次回家就是陪他们吃个饭就走了，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过年的时候能真正的陪在老人身边。还有谢谢我们敲西洋的阿姨们，谢谢你们，敲西洋的阿姨们很厉害，也是当年春晚舞台上征服了无数观众的一支老年人的骄傲的队伍。您是队长，怎么称呼您，大姐？我姓王，我们是唐山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跳西洋舞蹈队，在此先给各位老师、评委、观众同志们拜年呐！谢谢王阿姨。哎呦，真厉害，王阿姨，这上过春晚舞台的阿姨是不见过大世面，一张嘴就跟倪萍大姐一样啊。今天晚上几位阿姨往这一站，给咱们成都队的这个舞台增加了多少分量？咱们成都队一下子多出了好几百岁啊！您，咱们年龄最大的年龄最大的一位是您吧？今年您高寿？78岁。哇！最年轻的也有55，所以您看，老年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快乐的生活和对梦想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成都队带来的节目特别的有意义，也不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关心自己家里或者是身边的老年人。敲西洋的阿姨们站在台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家里有老人或者是说我们身边有老人，我们希望敲西洋的阿姨们的笑容能够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老人们的脸上，这就是这个表演最大的意义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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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队，谢谢谭维维，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的第二支出场的队伍将和成都队在舞台上一决高低的这支队伍，他们又会带来关于春晚的什么样的记忆呢？风吹着杨柳沙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水节快到了，请大家在回家过年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水流日，哗啦啦啦啦啦啦，水流。
家的媳妇儿，她走得忙又忙呀，原来她要回娘家。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胭脂和香粉你的脸上撒。送给丈母娘，左手一只鸭，送给老丈人，左手一只鸡呀，左手一只鸭呀，来年再抱上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得儿喂。哎呀，心就归到实实了，你还敢闯红灯儿？风吹着杨柳的沙啦啦啦啦啦啦，小河嘛吹柳哗啦啦啦啦啦啦。老婆，我跟你说，这路我实在走不动了。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我还要领着你个胖娃娃，一呀一得儿喂。哎呀，我怎么许见咱的妈？有请新人到舞台中间，新郎新娘出列。大家看看这一对多么般配啊。陈老师，说真的，你就是参加了这两个多月，是不是就为了这一刻？对，是不是这么开心？赶紧在决赛之前把个人问题解决了。常石磊他们的公益梦想是帮助那些在大城市里跟着父母来到大城市的这些流动儿童，他们放了学之后没地儿去，因为爸妈可能下班很晚，自己待在家里又不安全，又没人辅导他们的功课。有这样一个项目叫活力魔方，简简单单用几个集装箱给孩子们打造出一个课后他们可以去的温暖的像家一样的地方，让孩子们的幼小的心灵里面更多的感受到家的温暖。再次用掌声感谢充满温度的回娘家。谢谢大家，谢谢北京队，谢谢谢谢。但是比赛始终是比赛，对，我们再次请出由谭维维带领的成都队来到我们的台上来，有请成都队。两支队伍再一次回到了舞台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交给现场的观众了。我们的200位来自北京各大高校和社区的观众朋友，以及我们43位梦想合唱媒体联盟的朋友，还有我们今天特别请来的50位来自音乐院校专业的学习音乐的老师和同学们，拿出你们的投票器，20秒钟，计时开始。请关爱老人。1号成都队，2号北京队，请告诉我们您的选择。时间到，我们现场公证员正在对投票结果进行紧张的公证，借这个机会问一下倪萍老师。维维刚才领着这些人在唱的时候，我其实挺感动的。所谓感动，就是他那个最后的出其不意，就是谢晓东那年的欢快，和现在我们逐渐的认识到，我们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我们家里每一个家庭都有老人，怎么关怀，我都看到这个节目的魅力。比如说石头第一次能够舍得自己滚在地上被打，实际上真的是为观众表达你那种真诚的愿望，就是你希望帮助那些孩子们需要的东西，这个真的特别让我感动，我也觉得很有魅力。你要让我投票，我分不出高低来，我希望他们能分出来，他们心比较狠。谢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在我们的观众手里投票的结果是怎样的。
有请两位长安公证处的公证员把结果送到舞台上，请你接一下。这么难的事你都叫我做，我现在不敢拿。好，有效的票数，北京队70票，成都队200票，恭喜成都队。掌声祝贺成都队拿到5分。也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北京队。有请梦想助阵嘉宾齐秦。齐秦，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淋着雨，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未来日子，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地，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谢谢，谢谢，谢谢。在经过激烈的第一轮评选之后，最后的积分
已经出来了，到底是哪四个队伍可以进入下一轮的评选呢？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梦想合唱团八支队伍精彩演绎，为进军春晚发起最后冲刺，谁将突出重围成功晋级，最终获得公益梦想基金和音乐梦想基金，在温都水城节目现场，答案一一听。欢迎各位回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电视活动《越来由梦想合唱团》，梦想与你无尽可能。此时此刻，八支队伍正在等待着第一轮最后的结果。那么，谁能够成为最终的冠军？谁能够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同时，谁能够获得最终由招商证券和苏宁易购提供的公益梦想基金和音乐梦想基金呢？我们将在北京美丽的温都水城为您揭晓。我们共同来见证梦想，见证无尽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答案的信封拿在手上，缓缓地走向了我们。到底最终是哪四队可以进入第二轮的比赛？答案就在信封里了。谢谢。这个时候 ，Be a man， 该你了吧。有分数啊，前四名。我宣布，经过第一轮之后，各队的积分加上之前这一季每一队所有的积分，前四名的队伍已经诞生，他们是第四名广州队，22分；第三名呼和浩特队，25分。第二名成都队，26分。只剩下一名了，我们两个一块儿吧。第一名宁波队，29分。感谢另外的四支梦想合唱团，两个月的时间，他们一路走来，尽管在今晚他们止步于此，但是他们梦想的歌声会一直在这个舞台上飘荡着，因为梦想在，歌声就在。感谢我们四个队长，谢谢我们四支梦想合唱团的队员们，谢谢你们。有请第二季梦想合唱团第五名周笔畅长沙队带来《当爱已成往事》。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地。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期许，你就不要再苦苦追寻我的消息，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
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怕一把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让往事留在梦中，忘了我就没有痛，让往事留在梦中。总决赛，八支梦想合唱团精彩表演，撼动舞台。咱老百姓今儿是真的真高兴，咱老百姓今儿是真的真高兴。广州队深情似水的我只在乎你，是吴克群宁波队活泼动感的玫瑰花，还是谭维维成都队震撼人心的青藏高原？究竟哪支队伍能突出重围，获得百万公益基金，成功登上春晚舞台？下周五晚八点，梦想合唱团与您一同见证。